Among Us 撒钱模式重磅来袭。在此模式中，飞船里会被撒出很多的金币，玩家捡到足够多的金币就可以购买道具，以获取游戏的胜利。船员阵营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商店，其中会出售三种特殊技能道具，每位船员商品道具不同，会在十多个道具里随机分配。而内鬼阵营同样如此，有一个独立商店可以进行购买，但是比船员要多出几件商品，是内鬼专属的攻击道具，在接下来的游戏里会为小伙伴们一一介绍。另外，在每次讨论之后，道具商店就会进行刷新，所以时不时拍一下桌子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注意，道具商店只能买一用一，所以要合理利用，不然会出现大麻烦。游戏开始，依然展示内鬼视角。先来看看我商店里的道具，有轰炸、传送和紧急按钮，其中轰炸是内鬼的专属道具，还不错啊，都很有用。先去捡点金币，把轰炸道具买了。这个技能可是非常霸道，能制造超大范围的轰炸圈。游戏前期的金币可谓是狼多肉少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金币就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不要着急，先和船员们玩一玩。把传送道具买了，试试效果。只要我点击技能，就可以随机传送到飞船的任意地点。被传到了电力室，估计把玉儿吓一跳呀。来掐个电。我去，修好了。好家伙，看来有船员购买了超级钳子。该技能的作用就是可以在任意地点瞬间修好故障，这种模式下的船员也非常的厉害呀。再买了轰炸道具，我只要使用该技能就可以变为上帝视角，能看到船员们的一举一动。来试下威力。爽，小白差一步就跑了出来，可惜了，奈何这轰炸圈范围太大，被轰炸圈袭击的地方是不会留下鸡腿的，所以相当放心。走着，接着去捡金币。我的商城里面还有个紧急按钮，它的技能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拍桌子报警。浪哥，你这是障碍道具，它可以任意安放在道路上，用来阻止船员通行，触碰到之后就会被吸住几秒，不能动弹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 OK， 最后一个道具也可以购买了，去找个人刀一下，来掐个电吸引一下。我等会儿可以在刀完人之后使用技能，这样就可以让鸡腿消失了。在管道蹲着，等会儿有人修好电之后就抓紧出去刀了。小蓝过来了，嘘，一定要等他修好，不然我也用不了紧急按钮呀。走，跳出去。对不起啦，小蓝。抓紧拍桌子，然后我就说我道具用完了，需要更新，肯定不会被怀疑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大家都还挺相信我的。商店更新之后出现了一个绿色药水，它的技能就是可以穿墙5秒钟，不过要注意千万别卡 bug 了。先把轰炸道具买了，再给船员们上一课。就你了，小宗，再见啦。我去，反应这么快的吗？这都给你跑出来了。再买一个穿墙药水，走，找个船员试试。那还是你吧，小宗，把门关住，再刀了他，然后利用穿墙药水离开案发现场。嘿，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肯定不会有人发现。那剩下的这个紧急按钮暂且还是不要用了，怕被船员们怀疑，先到处转转，找找机会。小紫在修电，我去你的。小紫一定用了红色药水，她的技能就是在30秒之内处于无敌状态，内鬼出刀对她无效。好家伙，是个高手，她应该也是怀疑我是内鬼。终于有人忍不住要拍桌子了，真是让我好等。
怎么感觉没人在乎我这个内鬼呀？这报警完全是为了刷新商店。哎，游戏变味了啊！这次我手中拥有了白色药水，它的技能就是可以隐身7秒钟，这可是我的拿手本领。游戏已经到了中后段，飞船上的金币也越来越多，钱现在是不发愁了。趁他们没注意到我，赶紧去刀人，再来轰炸。就你了，小子。这真是命大呀。行啊，等着，早早晚晚的事儿。嗯，小青，先买个隐身药水，然后去刀他。抓紧隐身离开这里。附近没有船员过来，我暂时安全。嗯，小青的鸡腿被发现了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浪哥开始怀疑小黑了。没事，我配合你，只要不是我就行。小黑被投了出去，他已经无力反驳，连自己都放弃了。这次又出现了新道具，它是内鬼的专属道具，技能的作用就是随机变换成船员当中的任意角色，可以用来迷惑玩家。嗯，再见了，快传送走。什么情况？1厘米传送。我去，玉儿啊，还好玉儿没进电力室，吓我一跳呀，赶紧离开这里。这技能属实有点坑人呀，差点就被发现了，应该再刀一个就胜利了。走，去找找船员，变换个颜色去逗逗他们。胜负已定，他们两人估计都懵了。再见啦，玉儿。哦吼，这个模式实在是太有意思了，内鬼毫无存在感，大家都在疯狂的买买买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后续还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模式，记得持续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